点赞、投币、加关注，每天都是星期五。下班休息看直播，放学回家学操作，错过精彩怎么破？我来帮你放重播。主播真会玩，每周五更新。龙两千，现在就是现在，冰抢到了 ，OK， 棒九八 K， 职业选手嘛，哇，银币哥。来，脚下莲花，脚下莲花，不让他们扑进来，咱先把莲花放上。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后面有人切后排了。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不要慌，不要慌，战略分散，先锁住敌人，不要被他快圈刮到。杀出一条血路。这时候敌人已经要逃跑了，快跑，打快跑，开炮！我们惹你。开炮！开炮！开炮！好，拆了走，拆了走，不拆了，不拆了，不拆了，走走走走。OK， 出来了，十四个。哎，154兄弟，154是多少虎？154，那拆二除以154，十几分之一虎，天哪！来，我冲上一下韩服吧，感觉这个客户端不太稳。小龙宝备战季后赛，韩服是连升冲榜，这都能拿出来写文章吗？笑了，找严君泽吗？哎，其实不是不行，兄弟们，你为什么开了？让他秒，秒了。可以可以，我们恶心一下他，恶心他，给他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喂喂，哎，什么意思啊？我刚才教练跟我讲不让打跳舞之巅。是吗？是的。拜拜。你为什么不挽留一下我？什么意思啊？那你挽留一下什么意思？拜拜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我要训练啊？太久没见了，关系淡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到时候我出去开个房等你。啊啊，什么意思啊？你们教练让你们打韩服是为了监督你们训练，那又不能耽误你们训练啊。那又怎么样？你们可是要拿 S10 冠军的人啊。哇，我这样耽误一个世界冠军的训练，我真的好内疚。把他麦闭了，有点恶心，突然开始阴阳怪气了。这种时候就得晾他一会儿，他现在说不定还在跟我讲话，但是哦，我的麦没关。道歉，银子。干嘛？别管干嘛，说一句对不起就行了。我跟你们讲，就哪怕是全世界的人认为你们拿不了冠军，但是我依然坚信你们肯定能。可以，差不多说完了，道歉，只要今天就只要听你说对不起三个字。有某人就不可能会讲对不起这三个字。挑战的马前头他胜利的求你了。你别逼。Baby member.我不录第一，谁录第一？ESC 键是真的让我感觉到，有没有办法？哦，我到时候玩的时候，我直接把这键帽拔了拔了呀！啊，我这样子摁不到了，你觉得怎么样？啊？这被我拆了之后，我亮不亮？可以吧？
公主来了，熟悉的感觉。他约我塔，他约我塔，凯哥。那问题是我们二 v 二也打不过。你早点过来，我们在塔下怎么不能打呢？这个人没闪现，没双刀的，往里面包。追尾不来的吗？他这个看着就是从线上来的，你这个 不来看一下，而且第一时间习惯性就往河线里面钻，一点都不考虑。我说句实话，我们这双排打的跟单排打的一点区别没有。你已经残了，他们两个人已经压上来了，你就不能帮我守一下塔吗？他们敢越塔吗？你过来，他们敢不敢越我的塔？我们是不是打双排的？我就想问一下。不是打双排的，是单排的。那我以为单排算了，能打什么呢？那你要就单排吧。那打什么？打什么？我就不懂了。明天开始单排，就单排了，受不了了，我他妈无语了。单排了，没什么。那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那跟打单排有什么区别？那我为什么要打双排呢？我就不懂了。那我跟凯哥双排的目的是什么？漂亮！这个大菠萝菇的，把线推了，线推了。你把我的河线推了，线成这波线等于一波河线一样的。救我！我还有几下。我知道。我没拦呢。漂亮！我没拦了。我这么操作。今天由凯哥，好吧，不对，今天由阿松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辅助第一视角。哎，辅助机器人天赋怎么点？辅助兵力吗？不要吧，被秒了，被秒。哎，你没确认呢？我在看天赋，你也不帮我说一下，这还需要说呢？好吧，我上位失败了。阿松，给你机会了，自己坐不住这个位置啊，给你机会了啊，给我机会，没确认，我后悔啊。那好吧。这位该是凯哥的，没办法，凯哥刚刚已经其实被我们杀掉了，这个是新的啊，叫哥凯，大家欢迎一下。碎土转身。没能能量，来人呐，快走！不敢 Q 吗？不是，来人呐！你给塔上一个 WD 淘汰了吧？你走吧，你走吧。这有野，杀呀，哥！哎呀，成功！哎哥，你，没事，我能吸血。回首掏，枪战出发呀！没办法，我就恨他一点。你过来呀！他妈尬的我哎，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的。一般我处你这种人，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你们快跟嘎伟说一下，我已经微信把他拉黑了，不然你们让他给我发个信息看一看。他把我拉黑了，给我发。你把我拉黑了，我大家揍我。但他现在嘴角不方便，弄死他，跑都没得跑。那我只能关门了，兄弟们。他这过来揍我，我好像真没办法，我动都动不了。哎，要不关播了，兄弟。我会把你带播，你看他们。但游戏进了怎么办？他在底下门口的呀。你跟他说，来，我来跟他说，来着。你说，李小刀，破产。啊？你给滚了。哦，139。好的，给你10万。好的，好的，拜拜。你好点搞。
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越来越热，有粉丝私信向我求助，自己一到中午就犯困打瞌睡，该怎么办呢？于是应广大观众们的要求，我们为大家新鲜赶制了《主播真会玩之桌子狂想曲》特别篇，提神醒脑。起飞！31位主播倾情出演，10余种乐器交相和鸣，全程高能踩点，燃爆你的神经末梢！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键盘”，输入“桌子”即可获得全篇。开车上网，抖腿必备神器，赶快来 pick 你喜欢的主播们直播中的精彩瞬间吧！감사합니다생일기념깜짝파티와생일축하한다아유감사합니다와저도알려주세요뭐예요저희가5대5게임이거든요포지션이있겠네요저는미드처음프로했을때는그냥프로게이머라는경험도좋은경험일것같다이렇게생각을했고요그리고프로생활했을때는그냥되는대로했던것같아요길로나아가기위해서는더노력을해야될것같고요그리고그러고보니까막어떻게생일을지내는지좀잘기억이안나요프로게이머하길잘했다고생각하죠뭔가를잃었다는느낌을많이받아서 e 스포츠역사가긴데그중간에제가뛰어들어서그냥그길에흠집만안내고달렸을뿐이라고생각을해서3000K 까지달려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Yo, whoa, ambition! What, Baker?这不打不打的非常打不进去哇李哥拍回来五个 Baker maybe in trouble your death mark tries to clean it up for Ryu oh look at the cleanse look at the moves Baker what was that 那个 W 强流杀你的坦克这哇老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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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자불러생일축하합니다생일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방어정이생일축하합니다联盟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喜欢英雄联盟，爱看撸啊撸主播的直播，那就发送简历到主播素材@163.com。请注明你喜欢观看的主播与联系方式，联盟更新，功劳有你。